我是16号的凌晨，我到单位的时候大概是凌晨3点多吧。大家的其实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，然后那个工作的一个积极性也都是非常高的。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生产情况，今天因为我们早上是码头上靠了4个大船，那么有一个马士基呢是在上午的10点钟开了，那么目前我们码头上是3个大船。